浩宇，今天的推荐会辛苦你了，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。等一下，好，送我的。我太太对花粉过敏，送你了。何青，这是特意给你准备的永生花，感谢你这段时间为我、为茂林的辛苦付出，辛苦了。 谢谢啊，宋先生、宋太太，一起来合个影吧。好啊。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。 工号1626为您服务。喂，刘小姐吗？很高兴为您服务。嗯，您有一个快递在我这，但地址看不清楚了，哪儿寄的不是很清楚。所以能不能麻烦你把具体的位置告诉我？哎，好。哎，再见。 快递，哦，来了！林星小姐，您的快递。你骗我家地址是吧？过分了吧你？哎，先签收一下嘛，很甜的。 我不吃，赶紧走。老板，我这就是太想你了，大晚上想你想的都睡不着觉。滚！那我真走了啊，你可别太想我啊。反正我想你的时候会看我们的视频的。视频？好剧，不要离开我。等一下，别走嘛。 知道你还是舍不得我的，怎么样，还不赖吧？嗯，你有心了。我们之间就不用那么客气了吧？那既然我们都是熟人的话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，各退一步，好不好？不好，如果你要退一步，那我就进一步，我是不会放开你的。 删掉视频嘛，我还是好朋友啊。那些视频都是我特别珍贵的回忆，而且我希望我们之间不只是好朋友。把手机给我拿出来。不给。3、2、1。哟，哎，你跟我，你干什么？你们，我不在，我不找，我就不信我。 干嘛？我在想，你怎么生气的时候都那么可爱，我怎么就那么喜欢逗你？你给我出去！出去！
你一走我家待着。我走可以，但我还有事儿要跟你说。我是真有什么事儿出来跟我说不行了？不是，立新，我真有件事必须要告诉你。有事儿呢，在这儿说。你看这个，我刚来的时候就看到了。这什么？你画的？你都不看新闻的吗？这应该是小偷踩点的符号，像这个代表单身女子家。那又怎么样？他来了，我报警呗。你知不知道什么叫防范于未然？女孩子家的神经不要那么大条，要学会保护自己，懂不懂？我把这个发给附近片区的民警朋友，这样安心一点。你干嘛呢？让别有用心的人知道你的家里有男人保护你。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